哎呦，要命了，真是！哎，活动室开张了，你们来呀！哎，老大老大，棋摆好了，来下棋啊！啊？什么？要去领孙子？啊？哎，老刘老刘，来下棋。什么？看病去？这些人怎么搞的？活动室没有成立之前，偏偏要成立活动室。活动室成立以后，一个都不来。三天了，一个人没来，把我一个人撂这儿。这是好玩的。我再也不好，离开也不好。一离开，万一他们来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不走，留在这儿一个人怎么办？喂，来啊，下棋来了！这些老头老太怎么搞的？真是不来拉倒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下棋，你们不来就不能下棋了，我自己给自己下。什么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真是，再拖要感冒了。下，请你先下，不，你先下，我先下。当头炮，来，当头炮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当头炮马来跳嘛，哈哈哈哈。哎，走，走，走。拱主兵，拱兵，你拱兵，我拱主，嘿嘿嘿。哎，怎么样？喂。我上个军，哎，看你怎么啊？哎，走啊，走走，怎么走啊？哎，我说老爷，你一个人在下棋啊？一个人下，一个人能下吗？怎么不能下？老将出马，一人顶三，我一人顶俩都不行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哎，你下吧，你下吧，你慢慢的下啊。哎，啊，老牛。啊，干什么？你别发火，我来可以干啥？下棋？哦，不行，我不会下，我不会，不会下不要紧，你坐着，我随便你怎么下，你拿棋子动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拿棋动就行。来来来，行。啊，动了。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嘴里得喊。喊什么？将。哦，行。将。姜，哎，叫，叫响一点了，叫响一点，叫响一点。姜，姜，你冲着门口喊，冲着门口喊，冲门口喊干什么？你喊了就会有人来了嘛，来来来，好，来，姜。哎，我说老严呐，啊，没人来，没人来喊。喊到有人来为止，喊到来人为止，人家会感觉到里边这有人下棋才热闹了，他就吸引过来了嘛。哦、啊，那行，来来来，将，将，将，好，将，好，哎，看到没有，来了吧，来了吧。爷爷，你不会下棋，下什么棋啊？哎，你别看爷爷不会下棋，看爷爷会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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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爷爷不会下棋，他要会下棋准输。谁说的？你，咱不跟他下，咱们走，回去吃饭去。哎、爷爷，我们下一副嘛，下一副。你跟他下。嗯，我帮你报仇。下一副，你帮我报仇啊！下一副，这小子，我跟你说，这小子可是下棋的能手啊！是吗？啊，学校的冠军。来来来，孩子。给我下一把，来，把棋子放好了啊！来来来，我跟你说，这小子在学校里得冠军，是吧？你要赢了他，将来啊，我冠军了，我你冠军了，你要好好的下。来来，你先下，你先吧，你先你先。哎呀，老师说要尊敬长辈的嘛。啊，尊敬长辈，那我不客气了，我先下了。哎来，下。姜，你就别在这边上姜了。你不是教我的吗？来来来，
香香，我不香。哎呀，爷爷，你旁边休息会儿来。哎呀，你旁边休息会儿。我看你们谁？我们俩五分钟搞定，五分钟把它搞定。好，五分钟我来搞定它。好，爷爷看你搞定它。搞定，香。哎，香，香，把你的炮吃掉。你怎么说炮都不想一阵子的？明确暗码偷吃炮呀，居和马王说的，炮不说的，可以吧？啊，我炮不吃，哎呦，将军，这么，将军啊，爷爷，我们赢了，五分钟搞定了，赢了，走，我们回去。啊，咱们回去吃饭了。不能走，走了，你们一走又剩我一个人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下棋有个规矩的。一盘不能决定的，你再要三战两胜，对不对？再下一盘，假如我输了，那我就服了；下一盘，假如我赢了，咱们再看第三盘决赛，对不对？有些规矩的嘛。得了吧，哪有这个道理的？哎呀，爷爷有这个道理的，有的，跟他下一盘嘛，好了。咱们要回去吃饭了呀。哎呀，放心，我以他的水平啊，三分钟搞定了，三分钟要搞定你了，三分钟搞定，你试试看，搞定他，哎，还不知道谁搞定谁了，哎，对对，谁搞定谁？我看你这，这次谁先走啊？哎呦，我看你好呀，这棋王，你是棋王，你也来玩啊？这是活动室啊，是活动室，随便看。看看我孙子现在要搞定他，三分钟，三分钟，没错。嘿嘿，怎么样，逼到绝路的吧？认输呀。好奇啊，我怕你啊，怎么样？好，我赖了，两个单棋不个小孩子，不，这本来就是我就想像在这补棋的，上炮，再上炮，这么上炮。啊！你赖着啦？怎么这样呢？明句暗码偷吃炮！怎么样？咱们回家吃饭去。走，不，啊！不急，老牛啊，这是你孙子？是我孙子。哦，长得挺俊啊。好，有股牛劲儿。嗯，我准备收你个关门弟子。哎呦，怎么样？这是齐王啊！齐王啊！哎，齐公，哎，好，以后啊，每天下了学以后啊，教你一个小时到这儿来下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也来行吗？行。那咱们回家吃饭。拜拜。我听说你这儿有个活动室啊。这活动室，精彩活动室。精彩活动室啊。没扔来一点不精彩吗？就是啊，哎呀，陈老师啊，万事起步难。对，我做好准备的。对，我起先我想的很多呀。我想这活动室成立以后，这儿有跳舞的，这儿呢有那个票友唱戏的。哦，唱戏的在这儿。哎，这儿呢，听好，茶室。哦，茶室。哎，茶室。哦，这儿呢下棋的。哎，下棋的，对。可是到现在一个人没来。不急，会有人来的。你怎么样？哎，陈老师，你平时下棋在哪儿下的？平时下棋哪儿有棋哪儿下嘛？在哪儿呢？哎，比如说弄堂口，接兴花园，平台上都可以下。
那下雨怎么办呢？下雨下其实不管是刮风下雨都能下。哎呀，陈老师，我就给你建议，你请你的朋友到我这儿来嘛。到这儿来下，这儿风雨无阻，还能喝茶，多好啊！让他们来嘛。太好太好，太好太好。行，我的朋友很多啊，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。有喜欢跳舞的，跳舞这儿啊，跳舞。喜欢下棋的，下棋这儿啊。喜欢打牌的，打这儿。喜欢唱戏的，这儿。喝茶的都有，还有喝茶。你有多少朋友，你都来。行啊，那我准去叫去。好了，行了，拜拜了你的。我走了啊。陈老师，既然来了，怎么样？咱们两个杀一盘。你别走啊，我求你别走，你一走又把我一个人撂这儿了，好不好？跟你下棋啊。跟你这个臭棋篓子下棋。胜输。哎，对，下棋我跟你下，今天我肯定输。但是陈老师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这个活动室今天见到了你，我赢了。你赢了。哎。